车头其实对我最好看就是所谓贯穿式的一个造型嘛。这张椅子一定要特别讲一下，因为它是 Napa 卡缝，而且是跑车化座椅，八寸主机里面 AVM 360环境，它一个中小型的跨界修理就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